回目の受けに来る。昨天我们在山顶上睡了一晚上，没想到气温那么低，没有信号，不知道外面温度多好。我们屋里温度是6度，外面都是霜。今年第一次经历这么冷。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圣约翰堡。谢谢大家的一路陪同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圣约翰堡。这座大楼是圣约翰堡的健身中心，这个游客信息中心呢就在这里边。今天是阴天，一阵一阵的雨，那么天又黑了。等一下看看天气好的话，这里有个博物馆来转一转。信息中心就从这个大门进去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